哟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啊！这里是少北，今天少北给大家带来三款游戏，你没有听错，是三款，也是拖更了很久啊，真的对不起各位，对不起，主要是因为我前一阵子高考失利了，对，然后被父母一顿毒打，我带着重病，带着重伤，然后躺在病床上，不能给大家做，但是最近恢复了，是吧？我就让你们这些小妖精做个够啊！来吧，上来自己动。这第一个游戏看似是一个考验人微操的游戏，但是实际上是一个整人的游戏。大家看一下我的实况啊，就明白了。啊，咱们就是这个蓝色的小点儿，然后咱们一碰到黑色的这个边框的话，咱们就会重新开始游戏。啊，然后到红的那块咱们就过关了。啊，非常简单。哎呦哈，不简单不简单，不要大意啊，很简单很简单，鼠标弄平。嗯，行。哎，太简单了吧这也啊，不知道能过到第几关啊，后头肯定会很难，这第三关后头就有点难了，说实话。哎呀好蠢啊，等一下，哎，简单，等一下第三关的时候我弄一下鼠标，我得弄一下鼠标，好好的，慢慢的啊，到前面慢慢的啊，别慌，莫慌，慢慢的，哎呦我去，哎呦，有点慌张，慢慢的，往上。上啊！吓死我了！我日你哥！你大爷！啊！滚！然后这第二款游戏叫做自杀少女，就是在这三位女孩当中选择一位，然后开枪自杀，然后自杀的几率有几率死，也有几率不死。但是最终归根结底总是要死，就是一个碰运气的游戏，看你运气好不好，你知道吗？来，我给你们看一下啊，这个游戏你们看了就知道这个游戏到底有多么反人类了。等一下，这个女孩我怎么看着为何如此之熟悉？你算了，她既然要自杀我也拦不住她，对吧？咱们开枪。哎，这种手枪里面不是几发子弹吗？为什么我开了七枪她都不死呀？我照理来说应该都把子弹打光了吧。哇塞，我的运气这么好，11枪都不死啊，12枪都不死，是这个游戏很简单还是因为我运气太好了？14枪、15枪、16枪不死，我的天，17枪，哇塞，哇，我开多少枪？不会我最终我因为我的运气把这个女孩给救了吧？不会吧，那也太强了，25枪都不死，26枪、27枪、28枪，我的天，29枪，哇，看起来好惨呀，这都什么呀？哎，这个游戏有什么意义吗？我实在不懂这个游戏有什么意义啊。但是既然我都做了，我就对吧，给大家把别的都给三种女孩的死法都给大家看一下吧。嗯，现在咱们选择这个邻家小萝莉类型。两枪、三枪、四枪、五枪，哎，我运气确实好呀，真的，七枪、八枪、九枪、十枪，哇塞，无敌了，真的无敌，哇塞，我这运气啊，疯狂开枪，哇，他这个死的有点惨，整个半拉脑瓜子都没了，很恐怖。咱们再看一下那个另外一个啊 ，F。大小姐，有钱人家的大小姐的感觉是吧？运气应该非常的好。为什么两枪就死了？哇塞，这个游戏，哇，好反人类啊！这个游戏啊，这个游戏千万不要让萝莉控看到，很恐怖。然后这最后一款游戏是一个养宠物的游戏啊，非常的可爱。大家看这个小鸡啊，非常的萌，它还会根据我的鼠标动眼睛，你看，太可爱了。
来，现在让咱们开始游戏啊！他让咱们取一个名字，叫什么呢？就随便取一个好了，就叫小花。哎，小花。哎啊，出生了啊，非常的高兴，非常的萌，非常的可爱啊！这个咱们那个小花啊，然后咱们右左下角有一个显示啊，让咱们选择服装是吧？选择装扮啊，有这个各种不同的装扮。哎，这发型不错。哎，这呆毛，这呆毛比较可爱，我觉得，咱们选这个呆毛吧。非常的可爱，然后眼睛啊，这个眼睛好鄙视这样的，不过挺有意思的啊，咱们大家都看一下，全都看一下。哇塞，这小眼睛不好看，太难看了，这也太丑。哎，这个好，水汪汪的小眼睛，小可怜。然后再选一下衣服啊，一个领带啊，这都不怎么好看呀，这个我不喜欢。哎，这个肚子吧，这个肚子还不错，咱们选择这个肚子，非常的萌，咱们就给它打扮的萌系的是吧，我比较喜欢萌妹子对吧，但是我现在是设计了一个萌少年啊。好的，这个非常的萌，看咱们给他重新打扮了一下，他非常的高兴，然后现在咱们喂他吃的啊，他连袋子都吃下去了吗？这是什么设定，你为什么要给，为什么连袋子都要吃啊？不过他很高兴啊，咱们给他喂饱了，你看这个小鸡一跳一跳的，非常的可爱。哎呦好萌啊，喂饱了，应该新出新的了啊！洗澡，洗澡淋浴啊！哎，这怎么没有效果呀？哎，淋一下，哎，站在这个位置，我淋不了，我鼠标不能往右移，这什么呀？好奇怪啊！你别躲在角落里啊！你回来！哎，这个小鸡它不愿意洗澡，哎，这什么呀？小花不愿意洗澡，小花不干净，我讨厌它。哇塞，小花你还出屏幕了，你快给我回来看。哎，小花非常听我的话。哎，小花我还是喜欢你的，快洗澡，乖乖。哎，这个淋浴淋不到呀，这个游戏有 bug， 这小花怎么出屏幕了，这什么鬼啊？等一下，哎，我不真的不能挪呀，挪根本挪不过去。哎，没事，等咱慢慢等他走过来。好的好的。哎，别跑小花。哎呦，这个小花啊，没事，咱们出现新的了，但是咱们要给它淋满了，我有强迫症，我要给它洗得非常干净啊。小花又躲在角落里，这个小花虽然非常的可爱，但是它很淘气。咱们试一下这个球啊，来玩球。哎，它不出了，真的烦小花呀。来给它玩球。哎，怎么点不了。哎，好的。哎，屏幕转到这边了，可以啊，这个球就是他顶一下，我点一下就可以顶回去。你看小花非常的高兴啊，他非常的快乐。好的，哎，点回来。哎，我看我能不能赢他，就在他身边点，不让这球过去。哎，算了，这个好像是一直玩的。看我的技术，在最低的时候接下来啊，看小花，我陪小花玩，小花非常高有高兴，非常的开心啊。小花变得更萌了对吧，然后给他洗澡，他那个又饿，现在又想洗澡，怎么玩的小火球就变成这样了，真是。快先给它洗好了，要出门了，出门的那个选项开始了，但是咱们要洗干净了才能出去，洗干净了我吃饱了咱们才可以出去对吧，不能让小花饿着。我的小花这么萌，你看看小花你又不洗澡，小花你很烦，这个小花不听话，咱们先给它喂饱了啊，多给它喂一点吃的。哎，很烦，给他球，咱们就能挪到那边了。哎呀，小花，这个小花很不听话。来，给他吃的，快吃饱了，咱们出去玩，好不好？小花有点多动症，说实话，小花一直在逃避我。你看，快吃饱，我要把那个饱食度喂满啊，让他非常的饱，然后带他出去玩。然后洗洗澡对吧，洗洗澡才是干净的孩子。你浑身特别脏，别的孩子跟你玩吗？对吧，别的孩子都不跟你玩了，你浑身特别脏。来，听话，快过来小花。哎，咱们先给他一个球，然后咱们不点，然后镜头挪到这边，咱们给他洗澡。哎，好的，看非常的快长得，好的，干净了，再洗一次，完美。好的，我再给他吃一个东西，我真的有强迫症。好的，就这样，
吃，饱食度应该也满了啊，差一点差一点，就这样吧，你要再给他吃再给他洗，他饱食度又降了，咱们现在出去玩啊。啊！我操！小花，这啥呀？小花死了，我把小花杀了。这是啥呀？小花被做成鸡罐头了。小花，小花。